今天呢是我们湖南工艺美术学院毕业设计开放周，在湖南益阳市的美术馆举行的，各个专业的作品参展。其中呢比较有意思的一幅作品呢，就是我边上的这一幅，用的总计20多条废弃牛仔裤的边角料所制作而成。这个作品呢，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呢，首先第一个呢是提倡一个环保的废弃材料的再运用。第二个呢，它描述的一个画面的内容呢，是我们湖南湘西的一个这个围城古城里面的一个城内城外的这个写照。我们看这个作品当中啊，从近往远推出，它呈现一个空间的这个展示。那么我们用的材料呢，也是颜色有从松到浅，其中的材料有分过，有用到这个漂白呀，以及加深的颜色，制造出一个这样的我们的空间的一个展示效果。画面的内容呢，包括以城墙以及瓦片的瓦屋，然后还有城楼的炮楼的，都是采用的我们的牛仔裤里面的各个的边角料所制作而成。